他直接开始了是不是？没有在问啊。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他有可能两个人同一只一直在点。没有。大明星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他是于杰，他是谢一红。Hello， 欢迎。我们现在要来测一下戏外的感情，好不好？哇，那应该被听到飞起来了。不会，不会，我真是。有没有想过，我就是家教的男一？没有，没有。是因为本来就是。他现在在装镇定。通过哎，没有，所以没有这个想法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是谦虚。对，谢一红曾经有过动心的时候。没有，没有。好，这个如果你被电，我就终止拍摄了。大家都在期待你被电。他有动心过。OK， 我们就拍摄喽，谢谢大家。私底下有没有抱怨过于杰恩？没有，没有。就不要被电了，这很尴尬。被电就完蛋了，被电我就先走了。我很尴尬，如果被电，我很尴尬。杰恩表现这么好，没有什么好挑剔的啊。只是在旁边觉得很紧张。怎么都被电？现在被电是晚来了。会想跟于杰恩有更进一步的肢体接触吗？都 OK 啊。都，我们只有想或不想。不想。不想。这个被电也是很尴尬的，嘴角在抽。我也可以先走了。我觉得好像杰恩好像比较紧张的感觉。哎，怎么又没有啊？天哪！现场开放，有没有制作人或谁想问一下？制作人问少宇的问题也 OK。少宇跟杰恩选谁？哦，少宇跟杰恩。今天小朋友预备带来一台，一定会被电的。等一下，这一个射网意义是什么？好，没有问题，就考验两个人感情有没有一起被电。好，就这样。那直接开始是不是？没有在问呢、啊。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他有可能两个人同一只一起被电。4-5分钟就看得完，然后你可以在里面看到一些笑料，还有看到一些比较男男的互动，但大家一样可以把它当作是兄弟之情，又或者是他们真的有暧昧之情这样子。它是满足了很多人的脑中的幻想，因为平常不可能会两个男生吃泡面吃到同一条面吧，或是一起吃同一根饼干，所以我觉得。就满足了腐女啊，跟一些有人想看男的画面的一些幻想。再轻一点，我的愿望就要达成了。哥，你太积极了吧？不要啦。没事的，很快就结束了。基本上，我觉得这是那位演员的误解。你说静涵的误解吗？对，静涵的误解，因为第一嘛，导演喊他，为什么还不停？因为我们心里会知道，应该还会再来一个，所以我们希望在那个情境底下继续的去揣摩。所以咬面条想继续下去都没有这种想法了，对？基本上是不会，但我们不希望浪费那个面条。
对啊，对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的工作人员准备道具很辛苦，我们就直接一次吃一次面条，这样子一下就吃完，还要再去买，所以我们那个面条大家有看的时候，我们重新又吐回去，然后再重新吃。各位嘉豪哥来我家的观众朋友们，非常推荐你看这一部戏。因为它就四五分钟的时间，大家就可以看得很轻松、很愉快。再加上我们最后一集又有神秘来宾来客串，对我只能够给一些小提示。它算是风流倜傥、狂放不羁，武功盖世，金光护体、刀枪不入、百毒不侵，天下第一聪明，然后帅气与演技同时平衡，在同辈演员里面算是让我望其项背的一位同袍。各位家教哥哥来我家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刚刚易宏差不多已经把整部戏介绍完了。其实我刚才前面讲的。大家记得在 YouTube 准时收看《家教哥哥来我家》。